嗨，各位好，今天我要来跟各位分享哦，不是分享这个啦，这是面包虫。哎 这里还没有收尾的那个蝴蝶脚啊，你看很可爱吧？很可爱哦。哎，这次快要收尾了，哦，这次尾巴还好长哦。好，OK。要分享我们家柚子，你看它还在睡觉。今天已经自从上一次到现在，哦，也有7天了。你看，好可爱哦！我就轻轻碰它，应该还活着吧？我抓它一下看看。哦，它还有在动哎！哎，你看，木乃伊蛙，哦，这是蛙冬眠的样子，超可爱的，我得把娃放回去，它还活着，它还活着，这是我们家柚子，它的正确学名叫下古血蛙，哦，我们就简称就叫波子角蛙。你看它在睡觉，还有另外一只，我们叫姑娘，它是中角蛙，你看。他还在睡觉哦，这只已经快睡20天了哎。我们先碰一下，看他有没有在睡觉哎。他的那个手掌这边，姑娘，你有在睡吗？哦，睡得太熟了，都不会动了，还是投胎了？哎，缩进去了。有啊，它还活着，它还活着。你看，这个就是蛙冬眠的时候，所以我每天呢，我每天几乎都会观察一下它们的状况。OK 啦，好，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喽。